仔仔爱撒娇，周文琪唔舍得出门工作。周文琪日前就出席电影首映礼，佢透露14个月大嘅仔仔开始识得撒娇，令佢出门工作之前都缠绕咗好耐啊！啱啱出门口缠绕咗好耐，我系揽住都系咁样噶。佢唔系啊，就是、今日咯，就是、今日啫。我长大啦，真系长大啦，大个仔啦，咁可能又扭下瞓啦，咁啊又揽住又抱下啦，可能同埋佢见到条裙咧就哇咁样咯，好笑啊！可能见到我即系好少绑起头发啊，着绿色衫啊，可能佢觉得好唔同咯。咁我费事整得上。你自己唔舍得出门口啊都？开始有少少啦，少少啦，但系 OK 嘅 ，OK 嘅，手法 OK。你依家要照顾仔仔，咁同老公系咪少咗二人世界啊？都 OK， 我媽咪都喺度，媽咪都喺度幫我睇住，咁係真係少咗嘅，睇戲兩個人嘅，但係都盡量抽時間都要嘅。